我是古阿莫，今天要说一个灵魂保镖的故事。从前从前，大魔王就被主角一族的老主角封印在自己的血脉中。后来老主角老死，他的后代也死掉，死到剩靠算命为生的男主角一人。而我们的女主角从小就因为家族联姻被许配给不是男主角，是专门除魔的破喉咙世家的破喉咙男。但破喉咙男不喜欢女主角，对他总是很冷漠，害女主角很伤心。因为他倒是很喜欢破喉咙男这个高富帅的。那既然我们讲到破喉咙男，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他是一个天生灵气强大，可以震慑四方恶灵的大祭司。每当有人被恶灵吓到叫破喉咙喊救命时，他就会跳出来帮忙消灭恶灵。既然讲到救命，我们就也来讲一下专门斩妖的救命家族的族长救命女。她平常负责带领族人跟破喉咙家族联手斩妖除魔。而救命女有一个得力的手下，就是从小跟破喉咙男一起长大的救命男。此人从小做什么事都输破喉咙男，所以非常痛恨他，立志要搞死他血耻，有点神经病啊。好，回过头来，事情要从破喉咙男成为破喉咙家族的掌门开始说起。那天破喉咙男在路上抓恶灵时，刚好看到正下班回家走在马路上却发呆，结果被车撞死的男主角。于是被封印在主角一族血脉中的大魔王就破除封印现形了。因为男主角是主角一族最后一人，他死了就等于没有主角血脉能封他了。待七日之后，男主角的魂魄消失，大魔王就彻底自由了。所以看到这幕的破喉咙男担心大魔王出来后会作乱，因此就跑来跟刚死掉变成灵魂的男主角说，当我的灵魂保镖就可以跟我灵气联动，靠我的灵气维持灵魂不灭的状态哟。但男主角不想当破喉咙男的灵魂保镖，所以他就刚好被恶灵女抓去玩弄，吓得他一直叫破喉咙喊救命，这样破喉咙男才能赶来威胁他说，当我的灵魂保镖我才救你。所以男主角只好乖乖戴上签订契约的戒指，成为破喉咙男的灵魂保镖。然后恶灵女就没屁用的被干掉了。之后破喉咙男派他的保镖男主角来帮忙保护女主角，结果男女主角被随便画比较省钱恶灵抓了起来，吓得男主角一直叫破喉咙喊救命。所以破喉咙男就飞出来救他们，再随便打倒随便画比较省钱恶灵，事情就结束了。接着换一直想成为破喉咙男灵魂保镖的狐妖王就带着保镖跳出来，想咒在顶楼赏月的男主角出气，谁叫破喉咙男都收你当灵魂保镖，害人家好嫉妒，吓得男主角一直叫破喉咙喊救命。所以破喉咙男就飞出来大吼一声，谁敢动我保镖我就动他保镖，吓得狐妖王赶快带保镖撤退。再来换救命男也跳出来，一直调戏男主角，逼他说出破喉咙男的弱点，你是他的灵魂保镖欸，肯定知道他弱点的对不对，不说的话我就打得你一直喊救命，吓得男主角一直叫破喉咙救命别杀我。所以破喉咙男就飞出来用手挡剑护人的救下男主角，并大吼一声，谁敢动我保镖我就让他叫破喉咙，吓得救命男马上投降。之后破喉咙男看男主角这样，身为一个保镖一直叫破喉咙也不是办法，于是便在祭祀时送了男主角一把主角神剑让他护身，并昭告天下说，以后谁敢再动我保镖就是跟整个破喉咙家族为敌。接着破喉咙男带男主角去参加他的头七，结果路上开车时男主角忽然意识失控的用主角神剑捅歪了破喉咙男，然后他才清醒过来，并紧张的打电话找破喉咙家族的人求救。但破喉咙男快嗝屁没救了，怎么办？不怕，因为体质特殊可以使用以命续命的女主角可以用生命力量来帮破喉咙男续命，他也是因为有这个利用价值才被破喉咙家族找来当媳妇的。虎妖王知道这事后就带着两个保镖跑来将男主角抓到结界中，想咒他出气，别人的保镖都是保护主人，就你只要主人保护还捅主人，成何体统啊，看来我只能弄坏你取而代之了，害男主角好生气啊，为什么他从出场到现在都在被弄，就不能让我好好的当破喉咙男的保镖保护他吗？老天爷啊，拜托赐予我保护破喉咙男的力量吧。于是主角神剑就听到他这个愿望的传音入密，告诉男主角说，其实我刚好是由老主角打造的，而你是老主角的后代，等于你拿着我就能使出老主角的力量哟，你只要喊变身就行了。刚刚你在车上失控捅人是因为我传音入密失败，不小心害你精神错乱啦，对不起咯。反正男主角就大喊一声变身，成为保镖形态，吓得狐妖王赶快撤退。虎妖王离开后，破喉咙男就醒来跟男主角说，马的主角神剑有见血封灵的效果，所以我被捅完后灵气就被封印，战斗力变零了，怎么办？不怕，他们可以来找那个带着小徒弟的破喉咙男的师父破伤风男，问他怎么解封。但破伤风男表示要打到我破伤风当作考验我才要教你们，所以男主角就变身成为保镖形态，打得破伤风男乖乖来跟破喉咙男说，只要杀死封你灵气的人或是将主角神剑插回剑鞘就能解封，很简单吧。错，破喉咙男跟男主角开车回家的路上很苦恼啊，因为从来没有听过主角神剑有剑鞘的是要怎么插啦，但破喉咙男也不可能杀掉男主角啊。此时破喉咙家族这边，破喉咙男的表妹女得到了救命家族首领救命女的支持，正在发动政变，想以破喉咙男失去灵力为由解除他的掌门之位，然后自己取而代之。救命女还帮忙派出救命男去路上，看能不能把男主角跟破喉咙男直接宰掉，而男主角当然是变身来对抗救命男，但竟然打不赢，于是男主角就干脆自毁灵体的自杀，这样破喉咙男就可以解开封印恢复灵气打倒救命男了。但男主角还是没死
死沉的来到自己灵魂深处，被封印在他血脉中的大魔王也在这，并开心的跟他说：“换你待在这哦，然后我操控你的灵魂出去浪一下。”所以大魔王立刻操控起男主角的灵魂出来打救命男玩耍。阿破喉咙男看这状况不妙啊，不能让大魔王出来闹事，所以他就随便一剑捅歪了大魔王，再用自己的血将他封回男主角灵魂深处，然后一直对着男主角的灵魂尸体喊破喉咙的要男主角醒来，所以男主角只好又醒了过来，当主角就是爽，想死都死不了。而他一醒来就直接变身，打倒刚刚已经被大魔王打伤的救命男，再带着破喉咙男飞回他家。然后男主角刚好想到他爸妈的遗物招牌一根，搞不好就是主角神剑的剑鞘哦，诶，结果还真的是，所以他就轻松的将主角神剑插回剑鞘，插完后破喉咙男的灵气封印就顺利解除，让他可以再次发威，大吼一声叫我掌门，吓得什么表妹女啊救命女啊统统甘拜下风，不敢再造反了。接着因为大魔王太没作用了，所以第二季的恶魔王就横空出世，准备增加剧情的搞破喉咙男。他趁破喉咙男跟同事男一起来冰岛调整风水驱逐恶灵时，派手下狼跳出来，哦吼哦吼的就把前面受伤就还没痊愈的破喉咙男又打成重伤，害他只好使用灵魂保镖召唤术叫男主角出来支援，但男主角马上就被恶魔王的人类手下用灵气压制术压得动弹不得。破喉咙男也被抓住，还被虐得叫破喉咙哦。他的专长是打恶灵啊妖怪啊，不是打动物，而且不能用灵气打人类，不然他会邪化之类的吧，所以才会很快被恶魔王的手下打败。这下状况危急了，所以男主角就用剑插自己，因为这样自捅后他就可以破除灵气压制术，别问原理啊，国文老师没教。然后再用最后的灵气吓退恶魔王的手下，吓完后他就没力要消失了。但破喉咙男当然不允许他消失啊，这样以后谁来叫破喉咙，所以他就用全部的灵气施咒又救活了男主角，然后带他来扫墓。扫谁的墓勒？扫输血男的墓啊，他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输血给破喉咙男的人，可惜已经死了。错，此时输血男的亲哥恶魔王才跳出来跟破喉咙男说，输血男并没有死啦，他被你们破喉咙家族养着，负责当你的输血器啊，好残忍啊，所以你前面各种受伤才有人可以一直输血给你，不然只靠女主角续命你也早就死了好吗，你们都欺负输血男超坏的，所以我才欺负你们帮他报仇啊。破喉咙男听完吃惊的下巴都甩到了下巴，绕了一圈，然后生气的回来直问他那个带着手下男的表妹女说，我知道肯定是喜欢输血男的你把他藏起来的，快给我解释来龙去脉。什么？他当初重伤昏迷后被你们养在地下室，拿来当我输血的工具是吗？这个情报太惊人了，原来我为了活命一直吸我这个重伤闺蜜的血，我怎么那么坏，这个剧情我不能接受，我要昏倒了。然后破喉咙男就吃惊的昏倒了，还陷入自己的精神枷锁醒不过来，于是男主角只好以灵魂姿态进入破喉咙男的灵魂之海中，准备帮他打破枷锁。那之后男女主角会怎样，男主角跟破喉咙男会发生什么事，这你就要自己去看已经出到第二季的动画灵气了。那看完这个故事，我们完全没有明白到底要怎么变身，也没有明白到底要怎么叫破喉咙，只明白了这是一个很多东西我不方便说啊，你们只能自己去看的故事啊，呵呵。